杨秀慧素颜扮智障，沈丽香自爆有压力不敢讲。昨日翠如 BB 杨秀慧向向为 TVB 新剧拍摄外景，饰演智障人士的杨秀慧，剧情讲述她疑似被人强奸而落海冲身，而翠如 BB 呢就要上前阻止了，最后就搞到两位 BB 都全身湿晒，可怜猪啊！向向公主就好啲啦，唔使冲落海，唔使湿身，淨係周围走就 OK 啦。不过咁，向向话其实佢拍剧一样有压力，好似啱啱入行咁，压力大到就唔敢同人讲啊！其实系即系一个人嚟到个地方，觉得即系想打个电话，但系可能个个人都瞓紧觉，因为喺剧咁样，唔系因为我有觉得有时做一个做演员系会好多压力嘅，咁但系。我开头自己就觉得我不想同人分享，因为佢觉得已经觉得我咁远都帮唔到我啦。咁我费事令到佢哋更加担心，如果佢哋知道我咁远唔开心，咁我就选择去唔话俾爹哋妈咪听我唔开心嘅。但系你最亲嘅人，我觉得佢哋会 feel 到呢样嘢。咁反而如果你open up， 即系打开自己嘅心向同佢哋 share， 佢哋反而会觉得更加舒服咯，因为起码佢哋知道发生紧咩事。